正常人直播，谢谢榜一大哥刷来的穿云箭。不正常人直播，你好，我乃导师田斌，我们兄弟三人前来帮助你。老师，需要一个你的表白，直接给你表白，你看行不行？可以，太棒了，田哥的心乱了。在此时此刻，我遇到一个姑娘，她的名字叫赤酱，天使般的脸蛋，恶魔般的身材，往这儿一坐，好比泰山压顶，梁山李逵。她那双大大的眼睛，就好比黑洞，黑不溜秋，就好比黑洞，黑不溜秋。她那鼻子，就好比苍天大树，又长又大，长又大。这是世间哪里腐女呀？这血盆大口让我目瞪口呆，我目瞪口呆，这就是我的最爱，是我的心，是我的肝，是我的肺，大肠、小肠、膀胱，我想对你说三个字儿：大肠、小肠、膀胱。我爱你，赤酱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赤酱，我爱你。现在应该满足了吧？OK。